好吃，这里面雪菜配肉臊，绝了。而且馅很足，它这黄黄的这个液体就像吃卤肉饭里面浇的那个卤汁一样，每一粒这个糯米都浸润了，太香了。大家觉得我穿小西装怎么样？莫名的有股职业女性的气质。吃完饭就准备出发去上海了，朋友们，祝我一路顺利。施主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儿？是南朝人，贵姓啊？到幽州有何贵干？嗨，朋友们，我现在已经到了上海，走在上海街头上。最近呢天气不咋地，现在准备步行去吃一家我每次来上海都会很想吃的那家面馆。Let's go。到十面欢腾了，今天它这个地方怎么在装修？我们进去看一下，还好开着的。尝一下他们家的炸猪排，虽然不是蘸酱油吗？我以为上海的这些餐馆里的炸猪排都是会蘸那个黄酱油的，炸的挺好吃的，很酥脆，里面的纤维一丝儿丝儿的。这酱就是一般的那种酸辣泰式甜酱。刚刚木鱼炒糕来了，我觉得超好吃。它里面虽然就是简单的鸡蛋呀、白菜炒的年糕，但是年糕的外皮炒了焦香，里面的蔬菜呢除了白菜还有洋葱丝。木鱼，好脆啊！好吃，它的年糕表面呢就炒的有点那种焦黄色，吃起来就很香，很有锅气。啊，对，里面的菜还有胡萝卜丝儿，不过我感觉这个就是搭配一下颜色，分量比较少。这个木鱼应该就是那种很新鲜的木鱼，不是那种冻火，吃起来很脆的脆。里面有三只这样的虾虾，蟹粉捞面来喽。好嫩啊，这个玫瑰豉油鸡。一锅蒸蛋鹅，对，一锅蒸蛋鹅，这还挺好吃。我没吃过，我只吃过就是香港。你没吃过铁锅炖呢？尝一下他们家的炸猪排，蘸了一点辣酱油，比我中午吃的好吃。番茄，我知道。这咖喱很浓，就感觉椰香味很重。
这个是椒盐牛蛙，现在就感觉有一层那个蒜香。哇，是它冷吗？哎呀，牛蛙好好吃，蒜香椒盐牛蛙。嗨，姐妹们，我终于跟我们的出差 SH 三姐妹回合了。现在红子正在喝她的续命冰美消肿，不好喝，没有中国的茶叶好喝。我也觉得，西方咖啡配八字。密室呢正在彩排，看得到吗？朋友们看得到吗？我们的都市丽人都开始出游了。一上那天，大庆油田，透明了，不是透明，变黄了，还透明。变黄了。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2:44，马上要到凌晨1点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工作氛围呢，还是非常的激情澎湃。说一下你的感想。都不容易，都不容易。这次短暂的出差之旅呢，明天就结束了，朋友们。嗨，朋友们，早上好。昨天晚上工作挺晚的，差不多回去3点钟才睡觉。今天就随着人群一起去逛一下西湖。怪不得今天这么多人，今天周天好多人哦。这就是周天的西湖吗？今天天气也不好，所以看起来就雾蒙蒙的，看不到河对面。过小鸭子给大家看，鸭子和乌泱泱的人，这小鸳鸯吧，小鸳鸯。哦，瞪着他疑惑的大眼睛，啾啾啾。好的。嗨，朋友们，刚刚逛完西湖，我现在找了一家东坡家宴来尝一尝。先上了一道冷菜，叫温州鸭舌，尝一下。挺好吃的，带点酱香味，是属于很清淡的冷菜的味道，没完全不辣，也不甜。需要看综艺的时候边啃，很香。应该没有意
一只鸭只能走出杭州吧，感觉这边吃鸭货很多。成都就是没有兔子能走出成都。好吃，点的东坡肉来了，它是一个小碗儿，那旁边配了一个小花卷，香葱花卷。它这个东坡肉很瘦哎，肥的部分很少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横切面，皮和瘦肉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脂肪。这道是舞动茄子，它就是肉末烧茄子，然后呢铺了一些五花。我看它这个茄子烧的不错呀，它还保留了这个茄子的这种紫红色，很香，尝一下呢。茄子好吃，香香咸甜味，但它甜很少，咸比较多。尝一下这个东坡肉，闻起来就是那种浓油赤酱的味道。但是东坡肉有点好吃啊，甜甜的。下口之前呢，我以为它这个因为瘦肉部分很多嘛，可能会有点不太好嚼呀，干的感觉。但是它瘦肉也很好嚼，好吃。把这个肉肉放到花卷上面来吃。但是有点干，尝一下这个每桌都点了的云雾醉花蛤，小凉菜。他们这个口味这么重吗？我觉得有点小辣，跟川菜的辣度不相上下。